说出来你都不敢相信，只需要把吃不完的雪糕放进碗里，揉搓到融化，撒一把上次吃剩的巧克力豆，再拿出超市买的一块多一个的空心麻薯，用筷子在底部戳出一个洞，融化的雪糕挤进洞里，巧克力豆刚好吐出了几口，完美的控制了雪糕的流速。做好之后放进冰箱冷冻一晚上，用刀切开看一下，哈哈，外面卖4.5元的冰淇淋麻薯又被我搞出来了，呵呵。